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万一您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所谓的去背，知道为什么要特别写抠图吗？因为对岸称作抠图。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哦，这个文化还是有点差异嘛。好，那因为平常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服务也好，有没有被关分的？这是线上服务，或是像讯联有一个叫相片大师，它有免费版，啊，也有这种去背的功能。甚至我们这边 Office 学校 Office 是不是都2010以上？本身也有提供一个什么？你看下面 Office 里面有没有提供一个叫背景移除？但是重点是你要不要花时间？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把时间用在你真正，比如说你就是那一张照片只有你们家才有的，你才要去背嘛。其他如果是网络上有的，我当然就找网络上的比较快。那么首先第一个呢，我们要找的就是这种 PNG 或 SVG 的图，因为 PNG 跟 SVG 都是我们现在 HTML 标准的点阵跟向量格式。好，那另外呢，PNG 很特别，它可以带256种颜色的透明度，所以如果你有阴影也是 OK，它也是 OK。所以我们要找这一种。好，那你要找呢，第一个比较特殊的叫 Pixels，这个叫 Squid 吧。好，那它本身是都是具有 3D 的图那个物件，而且你可以自己选择角度。那这边呢要注册了哈，要注册，所以您可以自己看一下哈，就是说你找到要的图之后点下去，你可以自行选择角度，而且下载的时候它很贴心哦，你要不要阴影有没有？对啊，因为有时候你看到那个你就自己旋转角度就可以，这样了解吗？好啊，如果你不是真心的话，啊，怎么会这样讲？如果你只是偶尔来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常常要来，不是很真心要注册的话，你有一个关键字要会哦，好吗？哪个关键字？啊，你看这里要注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关键字。这个关键字要会好吗？不要老是拿自己的信箱开玩笑，不然收到这些信应该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一直用自己的信箱深入险境，去不该去的地方，那不是人家就负责猜密码就好了？你应该知道账号已经写在里面了，所以我最常用十分钟嘛，十分钟的，有没有进来就一个信箱的？那收发信件怎么办？就在下面啊，收件夹有看到吗？你就等一下有收到信就在这边打开做回信就好了，哎，或者是要做点击启用，因为现在大部分网站如果他要你的 email，是不是都要求你一定要注册以外，还要有个启用信件，你要去收嘛，那就用这个就好了。万一十分钟还没收到嘞，因为十分钟就怎样，machine impossible 自动销毁啊，不是吗？如果真的收不到，你就跟他讲啊，不然神啊，再给我十分钟，我再等等。这样了解哈，只要你这个页面不关掉，其实就 OK 了。好，就是继续等。当然有些网站它有发现这样的，就会有些也许会把它封锁，也有可能。好啊，真的超过十分钟收不到的，也许你就考虑换一下，换别的十分钟的，了解吗？因为这些服务还蛮多的，有一些比较特殊，你可以比如说我就要一个月，不要紧，研究用的，对不对？哈，我可能就一个月或者是几个礼拜，有些可以指定。我部落格有一篇这个文章，有兴趣你要去看看。好了哈，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找第二个，第二个不用注册，比较简单哈。所以第二个，你看就点进去。那点进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找找看看哪一个类别哈。那找到之后，它都是 PNG 透明图档。哎，如果进不去，你按新分页打开哈。看一下，好，第二个进不去的话，有些网页不能被开在 OneNote 那个里面，好，你可以按右键，有没有在新分页打开？对对对，哈，所以这样是不是进来了？你可以用关键字找，也可以下面有很多类别，有没有？这里面目前总共16000多张，都是去背好的，像猫猫狗狗啊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有，很多人看到这个就会点进去嘛，就点进去，
因为我上礼拜也有上儿童班呢。抱歉，我年龄层比较广泛一点哦，从国小一直到成人，我们都有接触这样。好，那你找有人就说阿纳伯川普，因为在第二页啊。没有进来哈，他是属于政治人物，有没有？政治类的，点进去，然后还看不到川普，因为他在第二页，好吗？所以下面有第二页，这样有看到他了吧？点进去，好，这样你就看到了，点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download？这里download很多，麻烦你不要按广告好吗？请分清楚，嘿。看清楚就知道哪里是肯德基，好吗？所以点到这边哈，按一下，记得不要再把你 email 打进去了，因为不用注册，自动下载有吗？所以他也是想办法让你再送一下嘛，因为这类的没有注册，那他还是要有经营之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只好用广告骗你嘛。OK， 好，下载下来的，现在一样的，可不可以加进来？可以，那假设我加在这边哈，你就从这边下载下来之后，它放在这个地方，在下载的那个位置，下载，找到了，不是哦，那它放在哪里？等一下，下载，怎么不见了？我找到了，我就按着它，来，有没有跟刚刚一样，对不对？丢进来，请问有没有去备好？这样有简单吗？对不对？是容易一点，而且可以找到很多不错的嘛。好，所以我那边大概介绍七个吧，大概七个哈。所以够懒的你就去那边找一找，应该可以帮助大家一下。大部分的我目前只有一个网站是可以商业使用，其他都是个人跟非商业性。所以只要你不是做盈利用的，就比较没有问题。教育上或者是大家学习上就比较 OK。好，比较 OK， 这样可以吗？哦，真的哈、哦，这个我就还好，我们上课又没有盈利哈、哦。好，所以像这样子，你用好了之后，是不是就可以一样插图进来 ？OK，